女生宿舍有人谈恋爱，来来来，今天请大家喝奶茶。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轩轩请我们喝奶茶，难道我以前对你们不好吗？真的是。哎，小彤，体育系那个班长你认识吗？他人特别好，对你特别上心，找我问了好多你的事情。哎，体育系班长那寸头，那人不行，长得一般，家庭条件也一般，跟小彤不搭呀。哎，你们懂什么呀？你们谈过恋爱吗？谈恋爱最重要的是人好。哎，这个奶茶就是他看小彤你喜欢，特地买给你的。合着不是你买的？我把他微信推给你，你们了解一下嘛。觉得好自己留着呗，我可没喜欢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男的这么眼光。怎么样，东西都送到了吧？小彤有没有加我？放心吧，学长，小彤马上就加你。哦，对了，小彤说最近有点缺口红，要是你能送给他的话就好了。嚯，这么多口红得不少钱吧？萱萱，没想到有人追你啊。那当然了，我萱萱人气是很高的，好吧？小彤，小彤，楼下那个体育系班长给你摆了好多蜡烛，要给你表白。小彤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哎，小彤，我看他挺有诚意的，要不你就答应他吧。这是表白吗？我看这是道德绑架吧。我要不同意，他是不是仗着人多逼我答应？浪漫吗？我看这是恶心别人感动自己吧。那我帮你去拒绝他。哎，小彤，我帮你拒绝他了，但是他跟我说你要他好多东西，什么口红啊、吃的呀、护肤品什么的。什么？哦，那个是体育系班长给你的，我忘记给你了。我看你真是脱裤子撵老虎，既不要脸也不要命，假扮我去骗东西，就这点小东西你还自鸣得意，真是低级。就你这手段，在《甄嬛传》里都活不过30秒，把东西都给我退回去。用的还能退，但吃的你们也都吃了呀。